咁啊，如果我哋籌到啲錢咧，可能登幾張報紙全版廣告都未定。銀彈將銀彈將落去新界東派咯，要求湯家華公開回應啊。嗱，又得喎、啊，真係點解唔得啊？單張俾一就單張，我成波新界東派。一要咁啊，好，聽下李生先。先，李生，喂，係請講。喂，阿玉敏，阿大舅，係你好，你好。啊、我早兩個禮拜打個電話嚟嘅，係要你數人嗰、那個啊。係。咁咧，今次咧，我就想同你講。呢、这個陳克勤咧，應該要好好向呢班學聯學習。佢成日話人教壞後生，咁佢學佢咁咧，就真係教壞後生啦。音就不正，就佢要啊，佢哋嘅前主席要喺立法會度教佢呢個叫痴奪，唔係帝奪唔好怪佢唔係好識中文嘅，英文都唔掂。佢英文都唔掂，係。O K。咁咪即係發音都唔識，咁咧即係咧，佢就係一個好典範嘅好高傲遠嘅青年啊！明白。啊，好，第日叫啲後生仔回應下佢。好多謝你電話，咁我哋聽另外一個電話，張生，張生。喂 ，Hello， 玉敏大哥，係你好。我想恭喜一下五區公投嘅呢個運動咧，就有即係終於可以投票啦！如果有個即係嗰位五位個聯連，即係勇敢嘅學生領袖啊！學生領袖係啊係啊，其實我覺得學生咧係我哋即係應該係即係睇翻全世界咧，香港學生比較保守啲啦。咁有呢啲咁樣嘅朋友咧，我覺得好欣慰咯。係。同埋我想問下鬱敏咧，就呢、這個其實温家寶之前講出嚟咧，香港有呢個深層次矛盾咧，而家係政治矛盾咧，其實有咩對我哋有咩意義咧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對五區公投唔係，其實而家我都唔知佢講乜嘅，佢講幾年深層次矛盾喎，可能佢真係隨口噏嘅啫。唉，咁啊，就大陸都有深層次矛盾啦，何況香港啱唔啱啊？佢講得唔清晰嘅，唔清晰㗎。嗱，咁佢最近呢次咧就即係講五樣嘢啦，對香港，咁又係啲報紙喺度解讀啊嘛。哦，呢啲就係深層次矛盾啦，係咪？咁佢講香港講五樣嘢，經濟地位，唔係講五樣嘢。老實講，都係阿媽係女人嘅言論嚟嘅啫，係咪？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嘅啫，即係你做唔到就係真係唔做唔到嘅咯，係咪？咁你政制要循序發展，咁啊又講咗等於冇講，咁即係照呢個基本法咁講，咁但係事實而家係循序漸退喎，唔係循序漸進喎，好明顯㗎嘛，係咪先？咁我反而覺得咧，即係而家共產黨嘅領導人可能喺度諗緊，乜你回歸咗13年啦，即係中央政府就一直都支持特區政府嘅施政，係咪同埋幫得手嘅都幫啦？喺你2003年沙士，跟住經濟出現咁嘅問題嘅時候，咁佢就即係俾多啲香港人、大陸人可以嚟香港消費啊、自由行啊，將佢擴闊咗啦。咁佢覺得佢做咗好多嘢，仲有 SIPA 啦，係咪？咁其實 SIPA 呢個做法而家就喺台灣叫 Alpha 啦，係嘛？又但係台灣人就唔接受喎，嘈冤巴閉喎喺度啦，所以即係大家真係個諗法唔一樣嘅喎。咪你香港人就覺得好似益我哋好多啊，但台灣人就喺度，即係佢有警覺性，覺得呢個簽咗之後，咪對佢哋嗰個經濟可能會出現一個即係政治呢個經濟殖民地。係啊，佢哋會擔心呢樣嘢，香港人梗係照單全收啦，係嘛？咁個問題就係話咧，佢可能喺度諗緊，喂點解回歸13年，啲人個心都未回歸咧？點解每次選舉到最後都係民主派贏嘅咧？係咪？佢會諗啊，佢都覺得喂係咪有啲咩問題喺度？點解仲對共產黨仲係有疑慮有疑懼咧？係嘛？點解五區公投又可以成事咧？係嘛？嗱，我覺得咧呢個係好事嚟㗎。佢如果肯去咁樣諗呢個問題嘅時候，當然如果揾到個答案，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咧，咁呢個就好事嚟嘅。但係最怕就係佢又係成日又係用嗰種套板思維，啲英美勢力。在香港仲是發西的影響力仲喺度搞搞震。唔係你唯一可以分析嘅咧，中文就係、是、即係佢講個深層次矛盾咧，係冇套用喺澳門嘅。係啊，咁即係話香港有深層次矛盾，澳門冇深層次矛盾咧。澳門咧，阿爺要做乜就澳門可以做乜。咁香港就深層次矛盾咧，因為阿爺要做啲嘢，香港做唔到。唔係你呢個所以有呢個深層次矛盾。唔係你呢個分析，如果係啱嘅話咧，我頭先個講法都係啱嘅啦。即係話回歸十幾年，個心都未回歸，係嘛？个心都未回归，香港人个心都未回归，系嘛？仲仍然系对呢、這个即系、中国共产党有疑惧，系嘛？呢个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咯。好，我哋听下个长途电话，朱生，朱生到你啦。我、這、呢个系到你啦，请讲。喂，系讲啊，玉敏啊，系玉敏啊，系听到你讲啊。我系满地学加拿大圣书噶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
我寫過幾封 email 俾你噶啦。係係。冇，我想問你，我最尾嗰封嗰兩封 email 咧，係提議叫你做只 DVD 碟或者 CD 碟，係嚟到派俾比較即係下即係少嗰啲人冇電腦嗰一類人啊。係啊，我知道。啲籌備成點咧？唔係，我哋而家喺度度緊㗎啦，但係其實有好多即係嗰啲的士司機咧，佢已經識得喺電腦度即係下載，然後就即係好 MP3 咁就喺個的士度播㗎啦，已經。你明唔明啊？咁我哋、我哋都有啲 DVD， 一路都有啲 DVD 派俾人嘅，吓、啊，已经有噶啦。系啊，即系 DVD 咯，你明唔明啊 ？DVD 咧，你又可以将佢转咗个方面嘅形式，摆咗上网喺网嗰度嚟做 copy 又好容易。系，就算净系 DVD 咧，都好多人唔识。电脑嗰啲人咧有个播，可以搵个播机嚟个播，你明唔明啊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好，咁我哋再联络翻佢，或者搵同事寄两只俾佢啦。我哋有啲嘢有啊。朱老伯嘅电话啊，咁就好啦。跟住我哋听阿森嘅电话，阿森。系 ，hello， 一晚。系讲啊。系大舅你好。系你好。系好啦，冇见啊。系。寻日去街站，佢有人叫我提名，我提咗你喎。系。系系讲翻啲正经嘢先。系啊，关于嗰、那个大专2012嗰度咧，咁、我今日睇报纸都好开心啊，有啲青年人啊，即系社会有啲民主运动有新希望啦。喂，除咗我哋咁样讲，其他嗰啲全部泼冷水噶，包括啲大学教书嗰啲，咁即系岂有此理、啊？呢、這个即系一讲就真系兴、啊。其实咧，我觉得系有一个好重要 message 啊，带咗出嚟啦。就係話究竟我哋諗，即係我今日都有諗，喂，究竟共產黨啊，或者中央政府會唔會揾人賭啲票落去俾呢啲後生仔咧？我肯定唔會。嗱，因為點解我有咁諗法咧？嗱，如果你賭好多票俾啲後生仔贏咗你哋嘅，事實上係呢啲後生仔係一啲普通市民嚟噶嘛。咁咪變咗話好大個民意都係話，喂，2012要雙普選喎，咁你特區又點樣回應咧？咁嗱，實質上如果所以咪冇可能咯，你賭票俾佢哋，咪即係賭自己買，係咪先？係啊，係咯，嗱，如果佢哋本身話、今次參加補選嘅都係想撐你哋五區公投噶嘛，其實就算佢哋翻入議會，你話中共話好戇居咁樣嘅賭票來俾班後生仔，但係其實佢哋因為有你哋去 back up， 佢哋先係做你，唔係話你 back up， 話有你哋嘅理念先至去參加五區公投。其實調轉頭咪即係民建聯同工聯會嗰啲自己戇居係咪先？好戇居。咁so far 其實嚟講，我自己就都會。咁樣睇啦，其實呢可能大專生出嚟參加係一個非常好事嚟嘅、因為變咗可能話過多十年八年後，其實話民主黨一啲死硬派支持者老啦、OK， 又或者見民主進程冇乜方法啦，同時間民建聯嗰啲投開票嘅公公婆婆又老啦、其實變咗主導嘅就係呢班後生仔咋嘛，即係好似當年八九民運嘅可能啊，陶君衡啊，嗰啲依家開始都係做一啲做正當嘅領袖啦。其實因為係個社會變革，即係我其實我都好希望嗰班大專贏添啊！你贏咗，你政府你冇得避2012雙普選呢個話題咁樣咯。好大鑊㗎！佢哋贏咗，所以真係佢哋贏都唔係壞事嚟㗎。系啊，所以绝对系好事嚟噶，未必会认同就系共产党会冧好多票落去。但系而家我相信你两帮人加埋票数，其实系应该都会唔少票噶啦，系啦。咁你一定要揾多啲朋友投票，乜都假。好，我哋听下陈生电话。陈生，系，请问你好，大舅你好，系。